晋级的是西南100公尺决赛，跑到703班顾科源，第二跑道是708班陈元宏，第三跑道701班张佳宇，第四跑道是701班张允恩，第五跑道是706班李子恩，第六跑道是708班杜志轩。看完再走。参赛的同学加油！不要抱着我啦！旁边青年节同学，旁边同学加油啊！有啊，看那个跑什么？十六秒。你在多少啊？跑道上的同学啊，不要太靠近跑道，给我们六个跑道的同学在跑。七年级的同学往后退到水沟盖后面，你退到水沟盖后面。我们要进行的是100公尺的决赛啊，请加拉队同学退到水沟盖后面。真的，我看看，第三了，对，再接再，这样怎么办？